是是是大家大家方便，大家咧话路等，啊，就是咧做广播了，大家咧上听就收，那么大家一定要放心，我们这些年轻人欢迎，谢谢啊，啊，咱来电咧话路等，咱过了可以买点东西啦哈，也是看咱这个周边环境，咱这个是不是啊，放心啊，过年过年过年，家里大家来吃茶哈，欢迎大家几多辛苦哈，来谢谢。欢迎在咱的赤山大瀑布，咱再来唱几关吼，欢迎大家欢迎吼，四位先生大家欢迎，咱台湾人咱炮声，欢迎邀请，欢迎欢迎光临吼，大家辛苦吼，谢谢。Thank you.
来，你玩，你玩。哦。来，你玩。我第一排，再排，三排。上次玩小影中，向左运大运好动，运过了鸟，升头斜超斜斜超，变鸟变谷系了单，空调树。我狂笑，数时不再，不敌要求。我依赖自玩小影中，换情顺变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变不孤，健会健身。我是戴华啦，立法委员林戴华。啊，真感谢咱国立委员会啊，会使讲啊对戴华真疼痛。大概呢，拢是会使讲咱的外公娘娘昔日，拢会使让我倒转来。一只，我若向大家共款，要来甲咱的外公娘娘感谢，啊，若要甲祝寿，祝咱外公娘娘圣诞千秋，圣圣寿，万寿无疆啊！而且咱也虔诚的祈祷哦，
祈求玉皇大天尊以下众神尊，咱的月姑娘娘众神明，保庇咱台湾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平安就是福气啦！我相信大家吼，这几冬拢会使感受到平安就是福气。啊，戴华你今日来借着月姑娘娘的光彩，来甲大家讲一声拜托呢。搁剩吼39天呢啊，哦，实在有够紧的。这礼拜无算，搁落五礼拜吼，搁要投票啊啦吼！咱总统立委的大选，咱也期待2016年有一个新的局面，拜托大家，让咱蔡英文林黛华，会使让蔡英文来领着咱台湾，让黛华地方服务国会发声，让咱蔡英文，包括黛华这个晚辈，再一次会使为咱台湾人民来服务。那感谢大家，也无甲阮气象，祝最后呢，诚恳的心，祝咱外公娘娘生日快乐！咱在座每一人每一颗，本着外公娘娘的福气，每一人每一颗，心事事成，大赚钱哦！蔡英文，感谢你。人物服务处，我孙处林，啊，咱家园女童，咱的陈主委，以及咱园女童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、所有的李干事，以及咱在座各有功有庙的理事长、委员，啊，甲咱在座所有的乡亲士大、先生大德。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好，不过先给我们热一下哈，感恩，谢谢。谢谢，因为咱目前拄啊是伫个非常的时期，咱各地嘅立委有真重要的行程，
啊，所以阮舞堂咱外姑娘娘圣诞千秋伊赶袂到，特别交代小弟伫咱银幕遮来向各位来请安问好。即次伊代表洪山区来选到咱的立法委员，而且我代表柯志杰来拜托在座的各位，尽量若有好朋友，也是本身若有投票的这个票权，来投予咱立法委员柯志杰。柯志杰伊任期两期以来，伊伫咱洪山区也好，银幕区也好，其他的区域也好，伊拢足认真、足用心来伫问政，为咱大高雄市来争取到真济大笔的建设经费。所以伫遮，我要代表柯志杰立委来向各位乡亲士大来拜托，这次的选举非常的艰难，而且呢，咱伫游动的执政之下，予咱的市民、予咱的国民感觉到真痛苦，希望这次呢会当来反转，会当来予咱本土咱遮的民意代表会当来出线，会当伫国会来过半，予咱台湾未来会更加好，予咱台湾下一代的生活会更加幸福。伫遮，小弟要代表柯志杰立委来拜托各位，嘛要恳求外姑娘娘来保佑台湾国运昌隆，啊，保庇咱阮舞堂香烟旺盛，咱的神仙大德满天下。伫遮祝福各位，咱的外姑娘娘有祝福各位吃哪饱。存哪多，身体哪健康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咱立法委员郭天杰哦，咱的主任。Thank you.
第一首了哈，讲好听歌哈，来，彼此生人难。
加盟员啦吼，啊替咱的外头姑娘安尼，伫安尼操场安尼啦吼。哦，对，我请客气哦。没有，咱这高背景的哦，你哪位唱歌欢迎啊？感谢你欢乐的歌声，别安尼歌，那个谢谢老板啊，谢谢哈。哎，你大哥，干嘛的？谢谢我们的林大哥哈。